希望健身频道陪你优雅变老。为了帮助我们制作更多免费视频，请订阅、点赞，并且开通小铃铛。生活中多一点希望，日子会更美好。现在有请希望登场。嗨，我是希望，并且我希望陪你优雅变老。今天我们锻炼胳膊，好，去拿你的哑铃。
们休息一会儿。这个运动的强度取决于哑铃的重量，我选择三磅，你可以选择两磅、一磅，或者根本不用哑铃，或者你可以挑战自己，选择五磅或者更重的哑铃。这个运动的速度也取决于你个人的喜好，有时你可能会发现缓慢的运动反而会更加困难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继续。
太棒了，我们做完了。接下来选择您喜欢的视频或访问网站 agegracefully.cn， 以了解更多关于主持人希望的信息，并查看完整的优雅变老锻炼的系列视频。再说一遍，网址是 agegracefully.cn， agegracefully.cn。想好了吗？现在就选择下一个视频。